我要来为大家介绍第十六讲次。第十六讲次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银行管理会计。这一讲次里面的重点为银行管理会计的意义与运用，利润的策划及管理，财报分析的应用，经营绩效的评估分析，以及成本的计算及分析。首先呢，我要来为大家介绍，就第一个单元里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银行管理会计的意义与运用。银行管理会计在这些年来越来越受重视，因为它已经成为银行是否可以获得利润的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呢，管理会计我们就把它列为一章，来说明银行一定要在管理方面能够有这个绩效，然后才能够达到它的营运的目标。好，首先我来介绍它的意义。管理会计的意义是现代会计技术的最高运用，归集分析运用有关的财务及成本的资料，供各阶层管理的决策、计划、控制、考核之用，以加强管理，增加经营的效益。也就是说，管理会计如果做得好的话，你就把你所有财务上面的资料还有成本的资料把它收集，把它分析，把它作为一个指标，然后呢，我们再能够在这个整个的经营的过程里面，我们加以控制，加以分析，然后统计，最后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我们自己要得到的这个管理会计的最高原则、最高目标。所以管理会计在现在来讲的话，是每一行每一业都非常重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程。那银行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呢，所有的银行在管理方面啊，都加强了这方面的整个的考核的绩效。所以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介绍就是管理会计的运用。管理会计的运用是利润策划在管理上面的运用，然后呢，财务分析在管理上的运用，以及统计方法在会计上的，在管理会计上的运用，这三大指标。第一个就是利润策划，就是说我们到底啊要怎么样的定好我们的利润啊？那这个利润策划啊，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所以管理会计上面啊，我们第一个就是利润。我们准备啊，就是说我们预计的目标在哪里啊？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财务分析啊，当然财报分析如果能够分析得很正确，也就能够达到利润的目标。那在财报分析上面最重要的呢，就是统计的这个方法，统计的数字如果能够达到，那这三项啊都是相辅相成，也可以说啊，它是能够正确迅速的啊，能够达到我们的利润的目标。所以呢，无论是在整个的统计数字上，或者是在整个的财报分析上啊，或者整个的这个利润的一个分析上面，都是我们管理会计上面的重要单元啊。那接下来呢，我也是要为大家介绍啊，就这几个单元在整个会计的运用上啊。第一个我要为大家介绍，就是利润的策划及管理啊，利润的策划及管理啊，
这里面我们就要讲到什么叫做利润的策划啊。利润的策划也就是说啊，它是能够怎么样的来有一个指标，然后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啊。那在这个上面啊，我们应当是每一个啊，在年度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预计的，甚至于年度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要把下一个年度它的利润指标把它做出来啊。好，所以利润指标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也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这个运用的一个方向啊。好，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介绍啊，就是这个利润的研究。利润的研究啊，是为了达成利润的策划啊，即有利于成本的控制与政策的取决啊，必须运用啊会计及其他有关的资料，对于预计各项的业务做这个利润的研究啊。这个为了我们要达到啊这个利润的目标吗，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做财报的分析，而且做成本的研究，然后呢你才能够达到啊你这个利润最高的这个标准。所以利润的研究啊首先取决于啊其他资料供给的正确。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介绍成本的这个习性啊。这个成本的习性啊，也就是为了适应啊利润研究的需要，所以对成本的资料呢，我们需要按它的习性予以来分析啊，而且予以来划分为下面这几个。第一个就是固定成本啊，第二个就是变动成本啊，然后呢还有半变动成本这三类啊。那这几个啊，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讲到利润一定要先讲到成本。成本呢我们一定要讲到这三个指标。第一个就是固定成本啊，这也就是说一般啊任何一个成绩在这个过程中它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成本，这是一定必须要有开销的一个成本。然后呢还有变动成本啊，变动成本啊就属于啊不是固定成本里面都非固定成本就是变动成本啊。然后呢半变动的成本啊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有的时候比较属于固定成本，有的时候属于这个变动成本。那这个啊就是我们讲的成本的习性啊这三项。那这个也是啊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也是啊在每一个追求利润的研究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了解的啊这个成本的这个习性。好，接下来啊我再为大家介绍啊就是成本习性里面的固定成本啊，它是在特定的范围内部随着业务营运量的增减而变动的啊，这是固定成本啊。变动成本呢就是成本在特定的范围里面将随着业务的营运而变动，通常呈正比例的增减啊。第三个呢就是半变动的成本啊，这个就是成本在特定的范围里面啊，那个其数额维持不变，但是如果超过这一个范围呢就随着业务的营运量而变动，但不呈正比例的增加。好，这就是啊成本的习性。那我们一般人啊也应当在经营的途中啊要了解这三个，一个就是绝对不会随着量而改变，一个就是随着量的改变，一个就是有时候随着量改变，有的时候不随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成本的固定啊，还有这个变动成本的测定啊，那它是决定啊这个整个的利润是不是可以达到的目标。所以呢我们要研究一下啊，这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测定啊这个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的。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啊就是成本固定跟变动成本的测定啊。
这里面呢，我们要讲到的有几种方法。第一个就是会计推算法啊，第二个就是高低点的法，第三点就是统计分析法，第四个就是业务人员根据业务的营运过程来决定的这种方法啊。这几种方法啊，当然各有不同的行业来测定啊，或者不同的啊业务不同的方法。当然最重要啊，就是说你要找对啊，你到底用哪一种方法来测定？那也许是会计啊，那个这个变动的方法啊，或者是高低点的啊，或者是这个营运的过程中啊，你觉得哪一种要随着改变的啊，就不一定要僵化在那里。这就是啊，现在银行也要营运的啊，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说过去我们在银行经营的时候，我们最重视的就是利息的收入，可是现在的银行它已经改变了，它应当是走服务性的行业，所以手续费的收入反而变成了它比较高的一个卖点啊。好，这就是我要为大家介绍在这个方面啊，就是成本跟它的固定或者是变动成分的测定。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单元啊，就是利润策划所能够了解经营上的一些问题啊。利润策划啊，那在这个经营上的问题啊，我们对于总分行对于各种业务的成本、收入、营运量及利润啊，这四者的相互关系应详细的研究，适时的检讨，借以了解啊经营上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利润策划啊所能够了解的啊。那这里面分为四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啊，当然成本啊啊，还有这个收入啊，利润啊，还有营运量，这四个能够决定我们的利润是多少。当然比如说成本太高可能没办法达到我们的利润，或者我们收入太低，这也不能够达成我们的利润，或者营运量不足，这也不行啊。所以这四个都是能够决定我们利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介绍啊，就是下面这个单元，就是损益平衡点的意义啊。损益平衡点啊，那个也就称为损益两平点啊，来营运收入与成本相等之点啊，即收支平衡，没有盈也没有亏的所在啊。那这个情况呢，就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它既不会也它的收入啊跟它的支出都在同一点里面啊，它没有盈也没有亏，这个我们就叫做损益平衡点啊。那在一般的企业里面，他们都很喜欢算这个损益平衡点在哪个地方，然后呢再多做的啊，大概就是我们赚的部分了啊。这个先把损益平衡点决定了啊，然后能够决定我们的营运量是多少，就能够达到我们最高的利润标准啊。好，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就是营运收入啊减掉变动成本以后啊的余额，我们就称之为边际收益或者边际利润啊。那可以抵偿固定成本，并且可以获得这个盈余啊。这个营运收入啊，那对这个边际收益对于营运收入的比率啊，这个比率我们就称它为边际收益率啊。这个边际收益率呢，可以供给当局啊，管理当局他在那个了解营运收入的增减对于盈余影响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数字啊，就是说那营运的收入啊超过损益平衡点的部分啊，这个我们就叫做安全盈余啊，是营运收入可以减缩的最大的一个限度啊。好，这里啊有几个名词啊，那我们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比如我们的整个的营运收入啊，减掉我们的这些成本以后，当然就是我们的边际利润啊。这个边际利润啊，然后我们跟这个损益平衡点去做一个
比较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盈余啊。那这个盈余呢，我们也就是基本的盈余啊，也是边际的这个收益率。然后这个边际的收益率啊，那超过啊我们这盈余的部分，这就是超过的部分，这个我们就可以算是我们的盈余啊。那这个整个的来讲啊，就是说在同学在一般的会计里面，我们也学过啊，就是说整个我们先算一个我们自己最低最正确的啊，或者是最收入跟支出最平衡的一个点，然后超过的部分可能我们就可以开始赚钱。那开始赚钱的这个部分的盈利量的多少来决定我们赚的多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固定成本啊，以后的变动成本跟盈余之间的比较来算出我们的边际效益。那哪一点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边际的收益率啊，这个是每一家银行在现在经营的过程中，他用很大的团队去取决啊，就决定他们到底要做多少的营运量，然后才能够赚到多少的这个收入。接着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单元啊，就是财报分析的应用啊。这个财报分析的应用啊，首先呢，我们就根据啊这个财报的分析的财务的报告的分析的方法，对于业务经营的成果做各种测验分析及评核，以协助管理及营运啊。也就是我们应用啊这个财务分析的方法，然后呢，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营运的这个条件，然后呢，我们自己来算出啊，我们自己到底要怎么样的能够拿到我们自己所得的这个利润啊。然后呢，自己的这个我们决定的这个利润要怎么样去管理啊，跟怎么样去营造它，这就是我们银行业啊，在你取得了你自己决定的这个最高利润以后啊，你可能要做的一个研究跟取决于啊这个怎么样经营的手段。好，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单元啊，就是财报分析的方法的选择。财报分析的方法的选择啊，有动态分析啊，还这个就是同时一时的比较，以分析它动态的变化啊。那还有呢，就是静态的分析啊，这个静态的分析就是同时啊那个意识的比较，以了解静态的情况啊。这个就是我们动态静态啊来决定啊我们到底能不能赚到这个。那当然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啊不同的事，或者在同一个事情那不同的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动态报告也有静态报告啊，待会我们可以讲到这个部分啊。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部分，就是财务分析的比较方式的选择啊里面的第一个啊就是自行比较的选择啊，第二个是同业相互比较的选择。自行比较呢，就是银行本身的财务状况及经营绩效加以比较啊。那同业相互比较呢，就是我们跟同业之间啊能够去做一个各银行就你自己银行的财务状况跟经营的绩效与同业加以比较啊。这个就是做一个比较。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再为大家介绍就是财务分析的内容。财务分析的内容我们有下面这几项。第一个啊，就是健全性的分析。第二个就是收益性的分析。第三个就是效率性的分析啊。那这三项啊，就是健全性的分析、收益性的分析还有这个效率性的分析，这三个都决定于啊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取得这个利润。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各位同学介绍下面这个单元啊，就是经营绩效的评估分析啊。
这个里面我们第一个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绩效评估的原则。这里面呢有哪些原则啊？第一个叫富有经济性啊，第二个富有的意义啊，需富有意义啊，第三个需具有适切性啊，第四啊就是需配合评估项目的特色，然后需及时啊，那个与适切啊，需力求简单啊，需配合行动啊，这几个都是他评估的原则啊，比如要有经济，要有意义嘛啊，你也要适时的来评估，也要适切啊，而且呢，要合适啊，这个企业啊，这些评估啊，绩效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绩效？如果我们做这样子这几个项目的评估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啊。那这些评估的项目啊，都是不只适合银行业啊，各行各业，甚至于个人啊，你自己也要对自己啊做一个评估的话，也可以用这些条件。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单元啊。下面这个单元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考核啊。这个考核各业务单位营运绩效的时候，应当就下面这些来分析啊。第一个就是盈余的多寡啊，第二个就是边际收益的大小，第三个啊就是经营效能的高低，第四个啊就是决算与预算数的比较啊，然后呢就是营运量的多少啊，这些都是考核，比如盈余啦、边际收入啦啊，还有你到底是营运量多少啦，这些通通都要作为考核的一个标准。那如果我们有这些标准的话，我们考核起来实际上来讲真的是比较能够啊很正确啊，而且有这些指标就不会啊太过于消极的或者是主观，而比较能够客观的算出我们的营运绩效啊。好，接下来我再为大家介绍啊，就是有一些获利能力的评估啊，这里面啊有很多项啊，第一个就是纯益率啊，这是盈余啊除营这个营业收入啊，接下来呢就是毛利率啊，毛利率就是毛利除营业收入啊，然后呢就是资本报酬率啊，它是盈余除平均资本的净额，然后呢资产报酬率啊，它就是盈余啊除平均这个实有的资产啊，下面的每个员工的平均余额就是盈余除平均员工数啊，然后呢每个单位的平均盈余啊等于盈余除上营业单位啊，用人的费率呢我们就是用人的费用除营业的收入啊，费用的比率啊，我们通常都是用总费用啊除营业收入或者毛利啊，每元啊用人这个费产生的盈余啊，盈余除用人费用啊，盈余的成长率啊，我们是用本期的盈余减掉前期的盈余除前期的盈余啊，这个就得出来的这个盈余的成长数啊。接下来是毛利成长数啊，成长率，这个毛利的成长率啊，我们是本期的毛利减掉前期的毛利，然后除上前期的毛利啊。好，这些啊都是我们获利能力的评估。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单元，就是营业能力的评估啊。营业能力的评估是对于银行营业能力的评估一般可以采取的项目啊。那综合的评估有下面这些项目啊，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存款占净值的倍数啊，这个是用平均的存款除平均资本的净值啊，然后呢存款占固定资产的倍数啊，这个我们用平均的存款除平均固定的资产，每个员工啊他的平均存款啊，
那这个我们用平均的存款除平均员工数啊，然后呢每个员工的平均放款啊，我们用平均放款啊除平均员工数啊，然后呢我们每个员工啊平均的营业收入啊，我们用营业的收入啊除平均员工数，每个单位啊它的平均存款啊，我们用平均的存款啊除营业单位数啊，那每个单位的平均放款啊，我们用平均放款啊除营业单位数，每员啊用人的费用所产生的存款啊，我们用平均的存款除用人费用啊，那还有呢就是存款放款外汇的成长率啊，这些呢我们都有啊一些考核跟评估的依据，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考核的依据如果大家都能够确实的做的话，我们确实可以达到我们利润的目标。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讲下面这个单元，就是成本的计算及分析。首先呢我要为大家介绍成本的意义啊，这个成本分析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将实际成本及收入啊某一个比较基准的成本与收入加以比较啊，那分析它的差异的原因，或者就各项资料做详密的分析，供给银行啊经营管理方面的检讨改进及拟定决策的参考啊，能够获得最大的利润啊，这个就是成本分析的意义啊。那我们通常来讲就把我们实际的啊这个收入跟成本啊，我们去做一个详实的一个分析，然后呢能够得到哈、啊、就是我们最大的利润数啊，那这个成本的分析可以说是得到利润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成本能够分析得很好，能够记录得很正确的话，大概利润就不会太远了啊。接下来我们再讲到下面这个部分啊，就是成本分析的目的啊，在衡量及评估各部门啊还有各成本中心或者业务项目的成本收入及经营的效能，以供经营管理者的参考啊，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衡量还有评估啊各个的单位啊他们的成本还有他们的各种的开销啊，然后来决定我们可以达到多少的目标。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介绍下面这个单元，就成本分析的功效啊。既然啊我们都能够做到前面这两项的话，当然这个功效就有了啊，就是银行界的成本分析可以了解各部门之间的费用不经济啊，何种业务亏损，何种存款无利可图，何种存户侵蚀了银行的利益啊，以供银行决定资金吸收与运用决策啊，以抑减成本增加利润提高经济效能的参考啊，也就是说我们借着成本的分析，我们就知道哪些是可以让我们赚钱的，哪些是可能会造成我们亏损的，所以尽量的啊增加我们的利润，减少我们的亏损。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部分啊，就是为大家做一个啊银行成本计算方法的分类啊，这里面我们有几项啊，第一个就是资金的平均成本，第二个就是资金的分类成本，第三个就是业务成本，还有存款账户的成本，分布的成本，人工的成本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考量的一个标准，而且一定都要把它纳入我们考量的一个基本啊。所以同学们啊，知道管理会计在银行里面来讲说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也应当好好的去研究它，比较它，然后能够达到我们的利润目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次再见。 Thank you.